走去哪里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枪！砰砰砰！他，一端木盖空先生，哦，哼哼，蠢货一个！别做无谓的挣扎啦！你明明也知道的，不是吗？不可能逃离我的手掌心的。要说为何，因为你就是我，里摩给口。哎，来吧，老老实实的把女高中生交给我吧。我拒绝。啾！什么？催泪瓦斯！啊，我的眼睛啊！趁着愚蠢的摩盖口王流泪的时候，西野与异端摩盖口逃离了现场。接下来那两人的命运究竟会……下集待续。啊啊！异端摩盖口先生，啊，异端摩盖口先生，哈哈，小姐。你怎么哭了起来？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碍手碍脚的错，都是因为我。小姐，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啊，但是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你才……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自己心甘情愿保护你的，小姐不需要在意这些事情了。小姐，刚才某给口把我称作里摩盖口，对吧？你或多或少也察觉到了吧？第七位，也就是最后的摩盖口，其实是我。我本来的名字叫做里摩盖口，正如字面上的含义，我是那家伙摩盖口内里一样的存在。不用再说下去了，没关系的，一端摩盖口先生，你的伤，不行，我必须好好的告诉小姐，我在那个时候，我注意到了我的真面目，以及我存在的意义。摩盖口，你的做法是不对的。哎，你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。你突然之间怎么了？这一切都是错误的，这样下去只会自取灭亡的。无知还真是幸福啊。很多事情不知道的话才比较好哦。你明明就是假装不知道，逃避着现实而已，这样不好吗？这不就是我的处事态度吗？从我的立场来考虑的话，也只有这个方法了。摩盖口，你为何？异端，你就是个异端者，既然偏离与我们同样的存在，那就不能让你活下去。什么？哼，虽然从最开始我大概猜到事情迟早都会变成这样的，一切都是预先被永远确定的和谐。喂，把这个里摩盖口，不对，把这个异端摩盖口给我抓起来。 Yes sir。 摩盖口，你们把他杀了也没关系。摩盖口啊，我从那以后
做了无数次的反抗，杀了无数的魔给口，身体变得到处都是伤疤，一边的耳朵也被砍掉了。然后某一天我察觉到了，我所做的这些事情简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其实这一切都早已被命运所决定了，即使这样我也并没有放弃，我相信还是会有希望之光的。但是总有一天这双手也会被鲜血所染，对吧？但是我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的事吗？我放弃了，所有的努力与挣扎也都放弃了。一段某给口先生，我曾经以为不管怎样都无所谓了，就算死掉也无所谓了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小姐，你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小姐，把可以解开我沉重的脚镣的钥匙给我的那时候，我觉得我大概会再试着去相信的，不管是对希望还是对我自己。小姐，对于女上网的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，我甚至无法判别那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道路。但是要若是小姐所期望的话，我就会引领你到那里去。所以必须要走。好好听着，我会过去吸引住那些家伙的注意力，小姐就趁着这个时候赶快去七楼。你在说什么？没事的，如果是从这里开始走的话，一个人应该也不会迷路的。你究竟在说些什么？不要，我们一起逃走吧。不可能的，循着血的气味，那些家伙很快就会找到我们的。小姐身上的气味应该没关系的，因为有我的血的气味盖住了。啊，我竟然流了那么多血，把小姐你的衣服都给弄脏了。伊顿诺给口先生，抱歉啦，没办法陪你到最后。不，不要，我绝对不要。伊顿诺给口先生，不行，你快点逃啊。我不要。小姐，你如果在这里被抓到的话，那我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了。如果有莎莎为我着想的话，就按照我的说的做。那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谢谢。你别这么说，明明该道谢的是我。多亏了一段某给口先生的帮助，才能到这里来。我才是被小姐拯救了心灵哦，真的是。那么你差不多该走了，不快一点的话，那些家伙就要来了，而且我也大概……小姐，你要保重，一定要乖乖按照我说的做。明白了吗？好。呵呵，好虐心哦。再见了，夕夜。想哭嘞。啊，不要走。一朵某给口先生，一朵某给口先生。
感动的时间过去了是吗？七月奖，你在哪儿？现在吃了治花粉症的药，鼻子也通了，马上就能找到你在哪里咯。快出来吧，木哥哥。西叶不在。西叶不在。啊啊，是你啊。说他不在是什么意思啊，木哥？蠢蛋，趁着你们磨磨蹭蹭的时候早就逃到七楼去了。估计现在他早就回到原本的世界里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这家伙，那可是难得一见的女高中生，你竟然那么轻易的就让他逃走了。那种事谁知道啊。你这混蛋啊。啊，用火星烧死你。哦，给他。逃，我可不会再逃了。太慢了。哇，好猛哦。哼，好快。受这么重的伤，竟然还能做到这种程度啊。哦 ，OK， 真不愧是你啊。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杀了你。即使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吗？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嘿，是吗？来吧。哦，听听听，好费血啊，不是费血热啊，不是热血沸腾。看招。你总算露出本性了吗？把看着不爽的家伙杀掉，真是让人愉悦啊。呵啊呵啊。我也有同感。有破绽，剑背赢了。所以赢了吗？就这样让他一切都结束吧。呵，剑拔不出来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哼哼哼。所以啊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全部都是没用的啦。什么？你看吧。所以他拒绝了。真是凄惨死法。准备完毕。干得不错。你们啊，你们啊是不会明白的。哼，放火。遵命。不要住手，快住手啊。
小姐。谢谢你啊。燃烧着一段抹给口的身体，渐渐地燃烧殆尽。哦，他哭了。你们现在有什么？鸡肉料理书，鸡肉很美味，鸡肉的使用方法。好啦，走。好吧，应该就直接往前走。好长哦。是的，不留任何余地的往前走。七楼出口入口，好累哦，玩到快要那个精神紧张加崩溃。哥哥，生火腿好吃，生火腿等于菩萨。是的。你干嘛？还给我？他的血还没洗掉。是的。快要来到尾声了。奇怪，这里是我平常坐的公车。对了，我在电车里睡着了，然后换成了公车。那么，刚刚那些经历都是梦吗？嗯？不是梦。伊端木给口先生，啊，马上就要到下车的地方了。不不，他眼睛好恐怖哦。他遮着眼睛会比较好。感觉走好久。嗯，总算是回来了呢，存档。我回来了，正夜哥哥。欢迎回来，夕夜。好久不见了呢，你也太慢了吧。嗯，稍微有点事，是吗？
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这些事，没错，如你想象的那样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割破了他们的喉咙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没办法发出声音了，只能一边像虫子一样的吱吱叫，一边乱逃窜。正是他们在房间里乱逃，房间才会弄得那么脏。把他们切得那么碎，真是搞得我够累的。不过因为夕夜这么晚回来，我才能慢慢的、仔细的完成了。那么接下来轮到夕夜了。不要紧的，全部晚上都会结束的。过来吧，过来啊，来啊，是我，我是哥哥啊。可以存档吗？我可以存档吗？存档。啊，好恐怖哦！要出去啊！走开啦！来不及存档哎。哦，好恐怖哦。我知道会变成这样。我最喜欢哥哥，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。但是我害怕死亡。那些某给口们大概也知道的吧，一段某给口先生大概也。结果我还是逃走了，因为害怕死亡，所以我逃走了。我到底在做些什么？明明一直被一段魔给口先生帮助着，才走到这一步的，为什么我要逃走呢？我不可以逃走的，逃走的话，一切不都白费了吗？这样下去，不管是我还是哥哥，都无法幸福。是啊，对不起，哥哥，我现在马上就回去。下车铃在。哎，为什么过站了？哎，什么？为什么？总觉得速度越来越快了。请问司机先生，那个我想要下车。客人，本巴士正在急行中。您是？OKK， 十分感谢您这次搭乘摩给口卡索直通公车，让我们加速前进吧。不要啊！所以又要回去吧。那前面的逃亡是为了什么？站喽！是，杀了你！哼，可恶的公车，逃跑魔街，谢购魔街，疯子魔街，他是疯子，七只魔街口魔街。哦，大概都刷完了。对决某个，
我给给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还有别的地方要去。哦，队长，让开，我要回到哥哥的身边。没有闲工夫在这种地方逗留。哎，等，等等，你给我等等。对不起，怎么纠缠不休？我会道歉，所以等等嘛。西野飞快地跑走了。天哪，太神奇啦！哼，他开始笑了，而且笑得非常诡异。嗯，好吧，这是什么？不好吃。铁之门，好神奇！为什么那么多门？不懂。请不要在走廊上奔跑，管你的。此处禁烟，电车真讨厌啊！要前进吗？往乐园之道。不知道对不对？这结局，哥哥，那个时候的你已经不在了吗？欢迎回来。你突然之间飞奔出去，吓了我一大跳呢。哥哥，对不起，你已经坏掉了。我已经。不会再去其他的地方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哦，吃下去了。哥哥，为什么？哥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？看来这个结局应该是对的，为什么没躲开？啊啊，哥哥，杀掉了，我把哥哥杀掉了。啊，我，哦哦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竟然对你有帮助的人恩将仇报，这个罪比黑暗还要深，还要重。哦，你要接受处罚。你迷失在这条名为真实的道路上，那么前进吧，扯虚构的世界。即使在临死前，都在帮助我们。无论如何都在帮助我，为了救我们挺身而出，引导我们到达神之光芒，指引我前进的道路，给了我开启未来的钥匙，给了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一些忠顾。那要去哪呢？啊，用血液制成的十字架引导着西野。嗯，看来这个结局应该错不了。莫给莫给，莫给子，冷静一点，莫给。啊，西野奖，我还没玩够呢，把西野奖给我带过来啦！但是被他逃掉了。你给我，那你
给我玩过来，首先是三角木马。不要啊！哈，我会好好调教你，直到你的内脏从菊花里面流出来。奇怪。诶，快看快看，四喜叶甲就在你背后。啊啊，四喜叶甲，你之前为什么逃跑呢？跟魔鸽子一起玩吗？对了，我把哥哥给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没想到又回到了这里。首先我们来玩什么呢？来拔指甲，接着砍手指头，然后往上面撒盐吧。为什么不说话啦？哥哥，噗呲，杀虫剂。OK。他拒绝了，莫给子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杀掉他的。哎，为啥？杀掉他也没关系啦。居然，该死的是你。哎，哦，哇，握力有70。哦哦，住手啊！我的脸会坏的，会坏的，会坏！哦，好像很猛哎。对，队长，为何要做如此过分的事？把王的皮戴在头上，这样一来，我就是这个国家的王了。什么？从今以后，此处将是细叶城堡。什么？不要说这种荒唐的话了。杀虫剂。杀虫剂万能啊！继承摩给口王力量之人，也就将成为他的国家的王。都来服从我！好猛哦，杀虫剂！哇哦！咦咦！哈哈哈哈！是啊，一旦成为城堡的国王，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了。我为了让哥哥复活，把这一切都啊。那么哈嘛那么啥啊？这是什么？不懂。啊啊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说生火腿之神啊？他变神了！你是生火腿之神？神觉醒了，把所有的魔给口的罪恶都赦免吧。哦，神啊，哦，神啊，被美丽的光辉所缠绕着，绝对唯一的生火腿之神啊。哦，神啊，真是好神啊。从此以后，某给口 kingdom 被神的光辉所环绕，世界变得和平起来。哦哦，神呐、啊！被美丽的光辉所缠绕着的，绝对唯一的生火腿之神呐、啊！所以他的结局是。No more app.
西叶城堡。啊，那我们就实况到这里了。那如果喜欢的频道的话，左上角有个订阅，左下角有个喜欢，那随时动态会在粉丝团发布。那下一次我们下次见哦 ，See you guys。